嗨，各位宝贝布布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台铁的南回铁路12月23号就正式铁路电气化了，所以它会多一个普优马号，多一个普优马，然后就是从高雄到台东，只需要1小时47分。然后12月23号到1月3号呢，票价都是半价，等于都是敬老票的意思。2020年的12月23号到2021年的1月3号，所有的票价，南回铁路的票价都是半价，所以我要抢个头香，试看看从高雄坐普优马到台东1小时47分。我刚刚已经订到票了，现在是凌晨的4:17，早上。今天是2020年的11月26号4:17，终于买到了，真是一个爽字啊！那二话不说，我们马上就到车站坐车吧 ，Let's go！ 嗨，各位早上好啊！今天是12月23号早上8:15，等一下呢，我要坐普优马号到台东。今天是2020年12月23号。台铁南回线大改点，我非常的期待体验一下穿越中央山脉的普优马是什么感觉吧。 Let's go。 今天是12月23号南回铁路，所有的火车全部改点，所以把蓝皮火车、蓝皮普快取消了。看后面满满都是人啊，大家可能都要坐普优马号首发哦。12月20号的时候，林佳龙呢已经有做一次普优马通车典礼在台东。今天呢是开放所有的民众可以网络订票，而且今天是半价。那今天看到各位，如果看到这支影片呢，可能已经是2021年的事情了。但是跟各位分享我坐普优马号的体验的感想，看是不是平稳啊、平顺啊，还是颠簸，还是感觉整台火车快要散了。上一次坐柴油自强号，就感觉整台火车快要散了的感觉，很恐怖哦。35分的普优马要来了，铁路电气化7天，12月23号，普优马穿越中央山脉，今天我要来体验。刚才那班自强号呢，因为是误点的关系，所以它有可能会强碰到这一台普优马，所以它停在另外一个月台，所以台铁的应变呢要非常的快速，要不然会发生危险。我的普优马到了，我们去体验坐普优马吧 ，Let's go。
现在目前感觉起来是非常的平顺，噪音也没有。等一下准备过访寮到中央山脉的时候，再告诉大家我的感受。要回去我的位置了，到屏东站了。他屏东站停完之后，直接就发到资本，所以屏东是最后一站，连潮州他都不停，所以他少停那么多站，所以在两个小时之内会到，而且他的速度非常的快，最少都有110。普悠玛还是一贯的平顺，但是在山路的时候我就不知道。这里是访寮，已经开始进入隧道跟山路了哦。这节这台普悠玛唯一不好的就是窗户都没有洗，窗户很脏啊，窗户非常的脏啊，所以各位看到的就是完整呈现。现在这边是仿山，台东南回台铁的铁路电气化12月23号正式开始。我现在坐在普悠玛号上面，这门太脏了，没有办法。那速度还是很快，它的好处就是它的噪音很小，没有什么噪音啊。这里就是访寮了，这里就是访山，访山，这里是访山。等一下越过中央山脉之后呢，就会开始刮风下雨啊，一个台湾两样情。昨天晚上我们还在这里坐普快的时候，还停在这一站仿山站，现在开始全部都是山路了，它的速度还是非常的快，最早都有100到90啊。现在普悠玛到里面，我现在人在普悠玛里面，现在这边全部都是进入山区的山路了。开始要进入越过中央山脉了，
对是普悠玛号的厕所啊。你有泡尿吗？坐火车的时候站着哦，在山路蛮危险的，会跳来跳去啊。在中央山脉普悠玛号里面上厕所，上的有点紧张啊。怎么他不冲水？沙井。开始进入中央隧道，坐着的感觉就是稍微的会抖，发抖的抖啊。这个、速度最少都有100以上，应该110哦，速度很快。这里是大鸟，大鸟段已经越过中央山脉了，非常的平稳啊，是有一点点会抖啊，其他还可以啦。然后这个厕所压了那个冲水的，要压很久很久很久才会冲水，它那个感应的有点紧张。很晃啊，跟坐船一样。这边就是多良的高架段了。浪还是很大啊、哦。速度非常的快，已经快要到达多良火车站了。到了多良站，
红色的围篱，这个就是了，非常的快。普悠玛穿越中央山脉的体验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因为我要到台东的关山，所以到台东站之后呢，我就必须要换个位置坐了。从台东到关山会经过一个车站，叫做三里车站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再去三里车站拍给各位看看。听说那边是一个猫的车站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分享我的频道给更多的人看到哦。下一支影片就是我到关山镇走一走、看一看。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